这样子。欸、很好看，很好看，就会比较有腰身啦。孕妇都想要有腰身，这个我们能理解。就感觉非常的时髦。然后它也可以打开当外套，先给你们看一下全身。米白色，不是正白色、哦嗯，正白色像医生袍。对，这完全不会像医生袍，不用担心，它是米白，而且它上面有十字纹，它是有这样子十字棉麻的，有十字纹，但它这个不会刺，因为有的棉麻材质会扎扎的，连肚子都可以装一下，你看还可以。哇，孕妇可以穿到身的吧？对，可以穿到身，全扣，因为很多外套全扣是不行穿到身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一件的话，是你全扣也是可以穿到身，比较正式的那种洋装的感觉。然后黑色，你看它的扣子，它都是有配到的，黑色就配黑扣，然后我身上穿的这个话就是配这种，就像是可可色这种颜色的扣子。它在棉麻界里面算是中间，没有到那种超级无敌做到不行。像我现在把这袖子放下，这袖子它是全长的，然后我把它去卷一卷会比较利落感觉。你看我放下，它其实没有到那种皱的很明显，它就是会皱，可是不会皱到很夸张那种。外套的概念。那我再把它卷。这真的不会完全不像医生哎、欸，完全不像。因为第一个没有领片啊，对，然后第二个它不是白色的。